咳到啊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OK， 来吧，来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基本上我们不需要带盗洞资源，网点资源也不需要。好，交给各位，这叫做武打运输，武打运输。然后呢，各位这个三队的配法呢，如果要学的各位呢，请一定要学的用心一点。就是我们这个配法呢，是需要配一波滞空高、滞空中跟滞空低，所以呢，银河那队绝对不能放在第一队或是最后一队，不行，你要放在中间那一队。我们中间这队呢，要塞这个22型、34型，然后呢，塞这个。再塞一个22型，或是没有的话就塞14路攻，对，14路攻，好，这是正常的现象。我们今天每一天开始配这个路攻的时候都会冒一次，这是正常的现象，不要紧张，莫急莫慌莫害怕，好吧？空卡跟弹幕还什么的可以同时触发吗？应该是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。你们等一下看就知道了，等一下看知道了，这个叫做武打运输。武打运输就是拿着战舰去跟他对撞，对对对对对。おかえりなさい、提督。いいこと？暁の水平線に勝利を刻みなさい。嵐潮です。改装済みなので。ちょっと手ごわいわよね。よろしくね。作戦計画概要をご説明します。啊，不要紧张哈。然后这一格呢放银河，然后呢一四路空往上拉，让那个22型在上面一点，没关系，这样子啊。OK OK， 好，第一队呢，第一队的部分呢，我们就全部配到34型。34型，我34型刚好有三个，一个。我三十几怎么不够？哦，一个了，一个这边，两个在这里。然后呢？其实照理来说啦，照理来说啦，算了，随便。照理来说啦，这边应该有三个三十型才是对的，但是我没有那么多三十型，算了 ，I don't care。我们就配入攻，然后这一队全部配入攻去自杀。OK， 跳海喽！来啊，跳海啊，跳海啊！来，准备好了没，各位？好了，任务该接接一接。好，都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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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， 了。然后呢，基本上呢，这个第一队用不到，所以我们先跑远征去，跑远征去。然后，然后第二队呢，暂时用不到，就拉跑远征，继续跑，继续跑。干，是为什么一直咳痰呢 ？Fuck， 哎，不要那么激动。我为什么我现在感冒一直不好，就是一直讲话。还没好，还没好，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很好，很好。作戦計画概要をご説明します。好 ，OK， 我们。前段作戦。冷静。第二作戦海域、作戦要項です。基地航空隊との共同作戦が可能です。哦，这是 E2 哦，不好意思，没事，我想说那么奇怪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哦，没事没事。高弹作戦，最終作戦海域、作戦要項です。本作戦の主眼は輸送作戦です。基地航空隊との共同作戦が可能です。算了。我也想要盯一下啊，大哥，大哥，我也想要盯啊。高弹作戦，最終作戦海域。作戦
我不能教你们日文，我只能教你们怎么说日文而已。选钉啊，钉起来，钉起来。然后呢，所有呢就全部点网点跳海，跳海，用力的跳，用力的跳，用力的跳。用力的跳起来，来选 F， 这点是空袭，我们就直接摆轮行阵。赤狼盟大殿吗？不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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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猛。对空咖有没有？这就是对空咖，加上喷气炮还可以成功。我们喷气炮加对空咖，哇，两种愿望一次满足，太爽了。大殿摘眼镜很漂亮，就跟次郎摘掉眼镜也蛮帅的一样啊，是一样的。干嘛？怀疑是不是？在我还没有白内障的时候，我眼睛还比较大颗的时候呢，是很帅的。但是呢，自从我有了白内障，我眼睛就张不开了。你知道什么吗？因为其实白内障的人戴隐形眼镜是有戴跟没戴一样。然后呢，只要不是这个空袭点呢，我们全部都用警戒给他撸过去。为什么选警戒？我们把装甲最硬的长门放在第四位，然后跟第五位容易备战的一四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武打运输。武打运输的概念就是你不派盗洞支援没关系，然后呢，我们藉由这个战舰去承受这个对面的炮火攻击，他们打不穿，那我们就可以过去撸过去了。对对对对对，撸过去撸过去，有没有99滴的装甲？啊！さあ行きましょうか。伊勢航空隊ね、発艦始め。見つけたわ。我是说99滴啊，99滴再加上这个装甲打不穿啊，你今天射击顶多一个小破一个擦伤而已，对不对？不要紧张，你看一看打不穿有没有，这叫做武打运输。打不穿对不对？打我啊，打我啊，打我啊，啊打不穿嘛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新的理解。欢迎各位来到武打运输的世界。武打运输，武打运输，轮行。然后呢，你这个队伍呢，因为。你这个队伍必须就是你的水上电探必须要大于等于5哦，不然你盖下一个点会进到那个雷达的那个点，所以不行，所以你要带到五个电探，对对对对对，是不是没事对不对？哇靠，各位武打运输啊。轮行啊，不是警戒，直接这个摸过去，稳得一逼呀、啊！次郎会去看水行侠吗？水行侠看完了啦。
欸，我发现一个尴尬的地方欸，你们在聊天室贴那个图片，我右边这个我的那个视窗那个聊天室会截取出来，干我就瞬间被编台嘞，靠杯，这样不行吧？我觉得这样好蛮可怕的，糟糕，他这个会自己抓，白痴哦，啊，白痴。开始贴我就把那个聊天室给关掉了。哎，拜托，不要好不好？如果有人贴的话，我之后就禁止一切的网址，我就禁止所有的网址了。我认真说了，我就禁止网址了。我现在是算是大发慈悲，还可以还开放网址，之后就把所有贴网址的全部 ban 掉，全部 ban 20秒。良い作戦式でした。こんな艦隊なら。次郎跟声音长相不搭吧？我觉得我不搭哎、欸。你知道什么叫酷刑吗？我今天拿起我的手机看了看我3年前录的那个影片，干我边听边觉得很尴尬。我说干这家伙在这到底在录音在录三小？我真的没有长得很帅啦，真的没有长得很帅。我跟太多的 YouTuber 比过，因为他们都觉得好，我觉得他们好帅啊。单纵。马克也不搭七叔超级搭，来跳水咯，跳水跳起来，跳水跳起来，哇，跳水跳水哦，再跳再跳，再跳水！哦哟，这一波有炸出伤害喽！这一波陆航有伤害喽！神风特工队，长门旗舰特殊攻击有搞头吗？哎，运输的时候不要，因为运输我刚才说了，我要警戒阵撸过去的。你是不是没用陆贞？干嘛要陆贞？我不懂为什么要陆贞呢？你不觉得陆航扎去很爽吗？陆攻直接下去就爆啦，还跟你陆贞？75啊，运的也是不错多啊，挺快挺快的。ナカちゃんだよ。艦隊が戻ってきます。あら、お正月よ。可是陆贞的滞空值不够啊，陆贞的滞空值不够，没办法到这一波造成最大伤害啊。作戦計画概要をご説明します。因为基本上我的那个每一队每三队的那个滞空值，我有大概掐指算了一下，是可以三波劣势，然后还是可以打得出伤害的。这一波全部死光了没有？哈哈哈哈哇，好爽啊！可以啦，我目前打起来很顺啊，我们就继续这样打。然后教各位更顺的打法，就是这边塞一些强一点的机枪。然后呢？这机枪全部都塞起来，对，全部都塞起来。就像是在他的长门，你怎么没有装啊？怎么可能？长门你不能没有，身为这个一定要有的啊！我一定帮你装的，直接帮你开个洞。长门就要带这个喷浸炮，哇，舒服！喷浸炮，代表什么？
代表空袭阶段呢，他们两个都不会受伤。哇，稳的一逼啊！哇，这怎么输？你告诉我，这怎么输？你告诉我。我的旅一定撑得住啊，怎么可能撑不住？现在都已经在第五关了。好，确定都有了，出发！啊，等一下，接任务，接任务。提督，作戦成功しました。さすがです。战舰喷二不会发动吗？真的假的？我误会了吗？只有航战有是不是？那我们改给加贺带吧，我们给加贺带吧。战舰竟然不算 哦，我记错了是不是？好哟，没差。原来是要 VC 的才行啊。最終作戦暴れまくるわよ。勝利の女神はここよ。早く捕まえて。你今天的同学两呼服中加尔纳跟蓝少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哪知道该怎么办？我知道该怎么办了，我把你编掉好不好？赛卡，把你编掉好了。冷，你帮你同学赛卡也是要 ban 啊？奇怪了，没有了，我没有要 ban 啊，看我不是隔壁那台，对不对？次郎一月八号会开台抽卡吗？再看看啦，一月八号。隔壁台今天有新春自杀流，我福袋抽到叉叉叉叉边台，我福袋抽到边掉。剧场版会不会是我会生日那天？有可能啊。欸，应该说几率非常高吧。我个人就是猜那一天啊。我个人是猜9月23啊，没错啊。然后那一天他会请那个，我都想好了。那个剧情是这样子的，我们今天首映会，然后请声优来见面，然后呢，见面的当时呢就先切蛋糕，然后那个场合那个试映会呢必须要买票的，就是一买票，然后会有各种关系人士入场，然后那天呢会有这个玩忽使民亲自上台致辞什么之类的，应该不太可能，因为玩忽使民这个人是不露脸的，所以他可能偷偷坐在后面看，但是呢。舞台上就会有那个五个声优，然后齐聚讲一讲话，然后切蛋糕啊，然后庆生一下，然后就开始演戏之类的。或是演完戏之后呢，像那个之前《东离剑游记》也是演完戏，然后请那个声优上来致辞，什么都有，对。
所以可能是前面，可能是后面这样子。其实很棒，应该是不错。这是我想好的剧本了。他今天已经奔十几个人了，可惜可惜。今天开到几点？不好说，不好说。今天开一开，开累了去洗澡睡觉吧。没有啊，剧情是我剧情我讲好几次了啦，你有没有看我的影片啊？靠呗，他的剧情就会是原创的，会是原创的。明天不用上班？为什么你们都觉得我明天不用上班啊？靠腰啊！当然要上班啊！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十一二点睡不像是上班的人会做的事情？对，我也觉得不是，因为其实这样对身体不好。照理来说，以我的工作的时间，大概是十二点到一点睡是刚刚好，所以我每天十点上班啊。我每天十点上班啊，所以我昨天两点多睡到十点，我九点多都出九点出门嘛，这样我也睡了七个小时八个小时，也是稳稳的啊。对啊。暂时还在啊，暂时还在啊。暂时还在，暂时还在，哪天就不在了。我跟你讲，那个忙的也不会是我啦，那个忙的也不会是我，我跟你讲。連合艦隊機関を務めた栄光に比べれば、ビビたるもの。だだだだだ。一场七十五，三百八十除以七十五，所以要5.06场，等于要六场才会打掉啊，六场挺麻烦的。早安，早安。来跳水！哎呦，哎呦，跳水咯！哎呦，死了了哦，没伤害。哦，有了有了，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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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开始了哈，开始会痛了哈。哎呦，这伤害有点少呢。多塞一个运输管，好像不是，好像也是个办法哦。哎，这个点拿 S 圣有没有新船可以拿？我看一下，应该没那么佛心吧？我看一下。果然没有干，垃圾。当然没有，可恶！我不要两月啊！我想要我们的约翰。好硬哦！这只装甲是多少啊？太夸张了。
完全胜利。連合艦隊機関を務めた栄光に比べればビビたるものだが、もらっておこう。完全胜利还是没有比较多啊，还是75啊，可恶。招潮。艦隊が戻ってきま。ふう、作戦終了さ。お疲れ、お疲れ。欸，这只 boss 是五支舞的那只 boss 吗？不是吧？干皮，没讲吧？还是战车有比较多啊？我试试看。我换成战车看看。次の作戦が楽しみね。好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战车我不确定有没有比较多啦，我要试试看才知道。ご説明します。一场大概要300的铝耶，其实也是挺吃不消的。哎，真的是吃不消哎，这样其实还挺耗的。你打个六场就要1800，将近快2000铝了，其实还蛮可怕的。高段作戦、最終作戦海域。作戦要求です。あ、満了。本作戦、提督、作戦成功しました。哦，五支舞刚改成他了，是不是？哦，难怪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神经病的田中。了解いたしました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お正月よ。金貨新年。不会啦，我觉得铝应该是够了，稳的稳的。你看过我哪一次活动在没有铝的？没有好不好？都是捞船捞到没铝而已。田中价值。それもありですね。开点 SSR 5000多铝哦，我操！呵呵呵。啊，对哦，要开点哦，我不要开点哦，那开点很麻烦哦。好像环游世界。次の作戦が楽しみね。作戦計画外高段作戦、最終作戦海域、作戦要項です。本作戦の主眼は。輸送第8駆逐隊嵐を華麗に出撃よ。不可能不开点啦、啊、我一定开点好不好。之前没有领教过甲级的辛弃疾，有没有感受到啦？可爱的辛弃疾。田中价值就在这边啊，感受到我们田中价值了吗？我们的水行侠田中，我要边玩 FGO 了，受不了了。さあ行きましょうか。伊勢航空隊発艦始め。さあ行きましょうか。反正我看起来运输目前打起来。很安全的，很就是不太需要看荧幕的，就是不太需要尖叫的。我们今天就先打个 FGO 一下。哎、欸，我昨天发现一个很好笑的是，我昨天边实况的时候，我边在说我加的那个好友他的技能没有满，然后我隔天就看到他技能练到死了。哎、欸，真的，你不用为了我练到死，我觉得这样子有点对不起你、欸。因为其实明湖的三技练到十好像用意不是那么高啊。对啊兄弟。而且跟你讲一个笑话，不是笑话，是讲一个比较悲伤的故事，是即便你练到十了我还是要七回合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的孔明宝具太低，降防降不够多，我的泳装莫德雷的宝具伤害不够高，所以打不死。
还是得七回合干。所以你有声跟没声一样，我还是得七回合。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。但是你的 FGO 价值我感受到了。求封面图次郎，去 P 站找就有啦。P 站找那个坎口类就有了。没差是不是？我看到那个观众了。没差，好啦，不会了，谢谢你了，我感受到你的诚意了。原本我的莫德雷德的技能是7，我看到你练到死了，我深受你的感动，我也把莫德雷德的一技也练到死了，我吃了一个传承结晶。我感受到你的那个诚意了，所以我要说，好啦，我还是试试看到底能不能六回合，还是不行，不好意思。連合艦隊機関を務めた栄光に比べれば、ビビたるものだが、もらっておこう。か。有啦，我感受到他很努力的想要让次郎达成六回合。但是真的是没办法，物理上的不可能，除非我今天孔明又再抽一只孔明，然后泳装莫德雷的抽个宝四宝五才有机会，不然伤害就是不够。小莫是宝二啊，宝二才能冲浪啊，才能冲浪冲到爽。你们想要看怎么冲浪是不是？好，给你们看一下。虽然活动快结束了，但是各位可以看一下，教各位怎么冲浪。是啊，还记得这部动画电影是什么吗？我看一下。啵啵啵啵，假点神啊！啊，你现在是要大河那一楼吗？就假点神啊！不是，宝二冲起来 NP 回率比较高、哦。我看一下啊、哦，好了，教各位怎么冲浪，好不好？可是冲浪的有一个缺点是，冲浪的那个花瓣数量其实不是很多。我个人觉得，其实有冲跟没冲差不多。要我选的话，我如果时间多，我会选择不冲浪。我今天只是觉得肾值掉太快，所以我才选择冲浪的。好，把画面开启给各位看一下。类比电视。みんな優秀な子たちですから。放在中间好了，没关系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哦，我应该从头再来。我们先冲完这一关好了。S 点航程是多少 ？S 点哦，我帮你看一下。S 点的航程，我看看啊。S 7吧 ，S 看起来是7啊，网点是8啊 ，G 点好像是8还是9，从8还是9我忘记了，随便啦，不重要。嘛，反正就这样是吧？G点是8嘛，对不对？
泳装莫德雷德是期间限定的、啊，所以不是说抽就抽啊。泳装莫德雷德是期间限定的。哎、欸，你看这个就是尴尬，这个就是我的宝具差一。但是这种情况很简单，就是先打后面那，先打后面这一只。我等一下看有没有加超过75嘛，如果超过75就是比较多嘛，如果比较少的话，战车就没加那么多啊。哎、欸，这次是不是对面剩太多了吧，大哥？大哥，对面都没死哎、欸，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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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母汤哎、欸，这样真叫母汤哎、欸，春修 Z 啦，要修哦。要修嘞，这样王应该斩不掉吧？我觉得我田中价值可能不够，我只能拿 A 胜了。看来是 A 胜拿定了。A 胜！哎呀，回家啦！回家啦！糟糕啦，我的长门！来来来，我看看收不收得掉。收不收得掉？敢收不掉？哦呦呦呦！爆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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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干二四滴。啊？为什么？没关系，我觉得我现在开始有点累个累个累个，是因为我现在开那么多画面吗？气死我了！累个个屁啊！クロシオヤ、よろしくな。白沙拉用掉了吗？没有啊。没有用掉啊，其实可以用白沙拉都可以啊，都可以啊。我今天只是。放加贺只是因为他的自控值最高啊，加贺的自控最高啊，他的第三格46，所以相对来说道中安全啊，就这样子而已啊，就是这么简单而已。可是我不喜欢无畏号哎、欸，老实讲我不喜欢无畏号，那个席巴夫脸，虽然加贺也是席巴夫脸，就是不行，我们要相信加贺，我们要相信加贺。そんなことよりあれ敵の飛行機じゃないの？哎，我打到雪妹礼装了，哇，第一张。这是第一章，好啦，教各位，教各位怎么冲浪。啊，我知道这边可能有人不玩 FGO 的，那就勉为其难一下，好不好？简单来说呢，你点这关弱点之耳，然后呢去选好友，然后呢找到这个好友，就是这个原本技能只有9的，他就练到死了。对，哎，好啦，谢谢你了。那我们就选他。然后呢，队伍基本上是这样子，这个。一般人可能学不来，因为你可能没有架网，你可能没有孔明，对，这样子。然后 D
第一关是先用这只先收第一轮，然后呢，教王会上来嘛？教王给那个一技二技给我们的沃德，之后换上妖狐，狐狸上来，狐狸啊，妖狐不是妖狐，狐狸上来之后呢，就是孔明，然后狐狸全部技能丢给他，就开始冲三回合这样子，对，然后李庄带这个换了李庄，开始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我看到了不对？你那个李庄带错了，等一下，他李庄带错了，那个狐狸的李庄为什么是带那个啊？家王，你的李庄带错啦！重新一次，不好意思，这个40体力我就送他了，送他没关系，林北体力多，没有，我们再一次。我们先把这个路航先转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疲劳值也是有的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作戦計画概要をご説明します。谁他妈给我盖宇宙临近啊！气死我了。次の作戦が楽しみね。是我选错好友吧？我怎么选错好友？我看再看一次，来再看一次哈，我们带。这个好，没有选错，是我选错好友。好，我们带这个，然后进关。好，没有，我示范给各位看一次什么叫冲浪而已啦。我们示范一场而已哈，剩下等一下就不开了哈。首先呢，开场很简单，就不管拉霸拉什么都无所谓，像这个拉到 NP 或神量提升就是更爽，没关系，不重要。好，现在卡面上是五张都是莫德雷德，就是同花顺，这不同花顺是一条龙了。不管他，不重要。然后就开下去，直接就下去了啊！第一关下去，好，我们的那个教王会上来嘛，对不对？教王上来之后呢，第二关上来之后，就教王的一二技丢给中间。我教王的一二技都没有练，因为其实练技的那个效果不显著。就一样都刷了死，然后孔明技能全部丢给他啊！孔明都错了，没关系。正常来说呢，孔明这个技能建议是等妖狐狐狸换上来再丢，是因为狐狸的可以少存20 NP， 对，他的十二十嘛，对，他可以少存20 NP， 不过没关系，不重要。好，丢给他，加100了哈。蓝魔放开下去，狐狸的给他，然后就开始冲浪，然后呢尽量。每一次的组成都是三蓝卡，像这个组合的话，就是，孔明放第二张，然后让他去存 NP。对，你就是要在三回合内把剩下的三只的 NP 给存到100。然后呢，因为我刚才不小心把中间那只怪给打死了嘛，所以会造成莫德雷德等下冲浪完会只有大概70 NP 左右。只有70 NP 左右，那79有没有？这样就没有满，你下回就不能冲浪了。所以避免这种情况下呢，你的第三技也要练高一点。像我呢，就练满，所以直接冲30，我们就可以继续冲浪，就不会因为这个15而造成没办法继续冲浪。像这个状况下呢，就两张狐狸，这样子。那因为狐狸的 NP 转化率很低，所以。在没有大绝之前呢，他的 NP 量不是很好，不是很好集啊。好，这样第二回合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三回合呢也是一样。孔明现在63，所以孔明有可能第三回合他的 NP 不会满，有机会。所以这时候呢，就尽量让他打这个血比较多的。好。打血比较少的，说错。好，满了，可以。好，这样子就冲三回合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发现现在的狐狸的 NP 没有满，这就是尴尬的地方。好，狐狸 NP 没有满，这不是我能决定的，没办法。这就是我说的，你第一回合那个不要换错，你要先把狐狸换上来去冲那个10 NP， 差这么多有没有？
所有的容错率就差这么多。好，没关系。假设我们假设情况下，我假设它满的好了，我冲给开快看。假设我们的狐狸 NPC 是满的，好不好？是满的。这个情况下呢，就是串三蓝，就是孔明，然后小莫再加这一只三个。对，那这种情况下呢，照理来说应该是要把后面两只清掉，只留第一只。所以你的孔明的将防要够高，然后你的狐你的那个小莫的那个泳装的那个宝具也要够高。像我做宝二伤害层真的不够，嘿。对，这样子不够，哎。然后狐狸跳舞之后呢，技能减少一回合嘛，那你的蓝魔放就会转好。假设这时候都把后面都收掉了，你的狐狸一个蓝魔放就可以开了，有没有？就可以开了，然后就可以最后一回合结束了。这是理想状态下，但是我不理想，没办法，所以我们只能在下一回合了，就这样子。好，以上结束。这就是我说的，伤害不够。悲剧，好，把画面关掉了。这就是我说的，宝具伤害不够。泳装小莫是抽的啊，是抽的、啊，对啊，是抽的，是抽的。欸，这陆弓跳一跳海还是有熟练值，欸，真不错。花几单抽到的，好像没花几单，欸，我那时候为了抽那个啊，我抽蓝傻的时候再抽，欸，是抽蓝傻吗？不是，抽弓傻的时候顺便出来的副产物吧。副产物。啊，应该是枪壶哦，攻杀是一词哦。我现在我的枪壶，我也想要抽宝二啊。枪壶我觉得宝一伤害不太够哦。我每个都想抽宝二，我孔明想要抽宝三、宝四呢。这是一种成就感。黑针也是对黑针。下一次开我一定抽宝二，我觉得黑针宝一真的是开得不爽，每次 NP 回转都会爆表。反正下一次黑针我一定抽宝二，我先说，开黑针我就抽宝二，我他妈要补一张宝二。啊！我都撤退了！哈哈哈哈哈！我按错了！啊啊啊！手滑！哎呀 ，fuck you！ 不是我按太快手滑了啦。算了，还好，才第一站而已。哦，いいね。说话。ご説明します。不。高段作戦、最終作戦会暴れまくるわよ。为什么？欸，对耶，今年有泳装复刻，又有泳装池，哇，哦，今年应该爆炸了。今年还有公里要抽，哇，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钱啊？我家是开银行是不是？公撒会啊，下一次泳装池就会复刻啦。
赖光我才不要抽宝物了，我觉得宝物就够用了。藤乃有兴趣吗？我觉得还好哎、欸。素尼路我也要抽哎、欸，真的是，真的是，哇塞！素尼路堪称最强的数值哎、欸，红魔放哎、欸，啊不是红卡哎、欸，哇，看怎么能不抽？一定抽啊！我什么不缺？最缺数值的全体宝具了，怎么可能不抽？看，抽完之后呢，我的卡池应该就起了。哎，再说了。我现在差两个洞吧，我现在整体差两个洞，一个是全体的攻值我没有，所以要抽攻灵或是抽闪闪，然后全体的杀值我也没有，对，然后全体的数值我也没有，对，现在就差这三个。全体的公子阿蛇拉靠飞，跟 Stella 好不好？天嘎，天嘎，我要抽天嘎！台服啊，台服啊！对，全体的沙子，除了酒吞之外，还有谁呀、啊？宴后我真的觉得还蛮不错的。宴后在某些周回关卡的时候，有这个亮眼的杰出表现。宴后不就超高效级的宴后吗？对啊，还不错、啊，那只是可以直接冲 NP 的。女帝要很久了吧？没有沙斯酱真的。伤害有点低，沙斯酱的伤害是因为是绿卡宝具，真的是很低，真低他妈的低。哎，等一下！刚才上一场的啊，上一场 A 胜哦，啊，没有，我们等一下打一场 S 胜，看一下阿尔卫带战车有没有比75多。哎，宝五再说吧。沙子好像有点少哎、欸，全体沙除了酒吞跟咽后之外就没了、欸，为什么那么少啊？全体沙，我说全体沙好像有点少哎、欸。我不是白警戒吗？好烦哦！我都白警戒了，老师都跟你说这边考试会考啊，你就不缺老师考的地方，你就去打别的地方，去弄人家女生，把人家弄到大破，对不对？就现在他爸爸在生气了，哦，
小朋友不上课，老师都跟你讲这边会考试，你乱乱这边玩女生，受不了。艦隊で戻ってきまーす。作戦計画概要をご説明します。あら、素敵。私の修理中に艦隊全滅とかやめてよね。休息一下。好，休息时间呢，再顺便给各位展示一下。有人可能刚也已经看到我的 IG， 或是我的 FB， 或是我的哔哩哔哩。那我们这边实况再给各位展示一次。这个我不知道会不会做开箱，但是这也没什么好开的。这开了说不定还会被上黄标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次这个暌违等了半年之久，这个不起眼的这个塑胶海报终于来了。好，我们切一下画面。OK， 啊，后面的衣服很乱，不要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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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它这么长，哎，它这么长，对，这么长。嗯，好。多大？嗯，好，这样子。它是塑胶的，我原本以为是布的，就它塑胶的。来，哦，这是不起眼价值，对吧？超屌，它是 B2 挂轴大小，塑胶海报啦，所以其实我觉得它的怎么讲，它的品质不是到特别的优秀，是因为它不是布织布那种的。但是很厉害，是它可以掀起来。哦，说白一点，这就是两层塑胶垫了。对啊，哈哈哈哈，塑胶垫。哦，这个都可以做模型啊，全部都可以做模型。对啊，非常厉害。寄点给各位，来，真香，来，来，我觉得会被编台算了，哈哈，我觉得会被编台算了。你知道什么吗？因为我觉得他连那个骆驼地都有画出来，就是田那个升旗画的太细了，有没有？这骆驼地都有哎、欸，这骆驼地都有，那个印尼的骆驼地都有，小慧的也有，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有，他有画出来，他有，然后出海的好像没那么明显，然后那个什么学姐的也有，对，都有，他画到那个细痕，那个都有，这个很母汤啊，这个很母汤，十八禁的，而且他这个对的还蛮标准的，就是他那衣服没有任何的，就是上下错位的错觉，但是我只能说这种布很容易刮到，他一折到应该就没救了。所以我觉得，哎，不知道，感觉特别容易刮到、啊。然后它这个塑胶感也是那种非常廉价的塑胶感，不是到很贵的那种塑胶感。而且它有特别在因为这个塑胶而去割了一个洞，然后硬把它套进去的感觉。对，这个地方是吧？反正我觉得整体来说，就图好看而已啊，就图好看而已。好，收起来，收起来，收起来。结束。
挂起来没地方挂啊，没地方挂啊。好，你是不是希望它是三层呢、啊？我也希望它是三层，最后一层是裸体的，但是不行，那样就是变合法开车了。我们升旗木人在不起眼是不开车的。你还找不到地方挂是不是？我家已经没地方挂了，我真的不能再买挂轴了。这个挂轴真的是 为了图而买的。高弹作戦最終作戦海域暴れまくる。我也觉得泳装比裸体好看啊。我个人觉得有，其实有些衣服是有加分的作用，你反而全脱了就不好看了。嗯。没有，我只是不想挂在后面而已啊。我觉得挂了麻烦，就这样子。哎，你说后面墙壁把它挂满是不是？我真的觉得这房间我想换的啦，我想换房间的，因为我觉得这边以这个实况的这个环境来说不是很好，对，不是很好。但是还没有心思去想这些东西啊，我的房租还没缴哎，干，都已经过明年，我十二月的房租还没缴哎。然后房东都不催我的，算了。勝利の女神はここよ。早く捕まえ。我房东那个，我电灯坏了也都不会，也都不会那个不会帮我修，我都要自己去买灯泡，然后去报修，然后。传那个账单给他说：“欸，我这个买一个灯泡，在我下个月的那个房租要扣掉哦，这样子。”所以我就自己把那个金额扣掉，这样子。我房东都不鸟我了，好不好？房东世界做很大。没有，我房东的说法是，他这个钱是加减赚，他有赚没赚他无所谓，因为他本身事业做很大，所以。他这个卖房，这个租房子只是租兴趣的，他也没在管理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在管理的。我最扯的一次是这样子，我们原本这一栋有三间房间，然后一间租我的学弟嘛，然后第二间就是我，然后第三间原本没有人，他是深锁房间的。然后有一次我回到家的时候呢，我们有一个大门打开的时候，怎么打不开？就是好像被位移敲过的感觉，然后有一股那种好像是房子被爆破那种，你知道烟硝味、烟尘味。我就说干，不会着火了吧？是不是失火还是气爆什么的？我不知道。打开房间一看，干，全部都是灰尘，全部都是那个粉尘，差点粉爆。然后我一看，靠背啊，里面那个门怎么被钻开了？就是里面那个铁门被钻开了。然后后来我打电话说，房东，你这边是不是招小偷？有人钻开那个门？他说，哦，没有，因为那个柯文哲有一次就是有一天就是，等在哪一个南京三民那边还是怎样？哪条路上面，然后就有那个。巴德路那边有一栋那个房东哦，隔了12间的隔层，然后那栋烧掉，有烧死还怎么样的？所以后来柯文哲下令就是一个这种房子那种隔间啊，一次只能隔到两间而已。对对对，所以他必须要符合法规，就把这个房间给敲掉一间，然后那间就申报为仓库，就不会有房间租客的这个问题。所以我们这层楼下就两间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
他房租有没有收到也不会太在意，会啊，会在意啦。但是他那个人很简单，他那个人就是你不要去占他便宜，他也不会对你怎么样。对啊，像我这个人，我也不占人家便宜的，我该给就会给啊。对啊。不是我们房间变大啊，是整个通道变大，但那间没有人要用，因为那间会那个啊，他那边有大窗户，有落地窗，然后下雨天会进水，哈哈，超靠北。有些房东申报为仓库还是租，那就是比较没有诚信的房东啊。因为我就讲的这就是诚信啊，台湾人讲的很多都诚信啊，就是以诚待人啊，然后我以诚为贵啦，我相信就是彼此摸着良心在做事情啦。对啊，为什么不主动上缴房租？因为我一直忘记而已啊。抜けてみせるわ。ふん。ほらね、そこにいたでしょ。全資本、戦車。そっか。そうなるよね。来週一食。心配いらないわ。かわいそうかしら。我今天不缴，可能明天也会忘记，就这样子。对。所以应该要趁我还记得的时候，先去把它缴一缴。哎。而且我讲一个有趣的是什么哈，房东也不知道我缴多少钱给他，因为你知道什么吗？我去年我从2017年9月到现在嘛，我在台北工作快一年嘛，我到了2018年年底的时候呢，他跟我说阿迪啊，我想要对一下账单啊，你那个LINE的记录还有没有留着？他根本就没有去刷他的那个存折簿，他也不知道收了多少钱。你看，多么自由的房东啊！啊，当然我都有留记录，所以我也不怕他跟我硬凹。对我自己保护好自己就好了。但是我就是说，我以诚待和嘛，我就是我该缴的我会缴，我不会说我今天不缴你这样。对对对对。我才不要说我住哪里耶，靠北。然后呢，我这个房东呢，我这一就是我从到台北工作到现在，我只见过他一次，那一次就是跟他签合约的时候，厉不厉害？我根本就没见过他，超屌的。租多少啊？8000多啊，8000多。之前我讲这个数字的时候呢，被观众说很贵，干，真的8000多，要在台北找到不合租的套房还蛮难的。很小啊，就这么大而已啊，就这么大而已啊，就这样子而已啊。房东是失踪了吗？没有啦，还在啦。房东不会找我麻烦啊。我这套房啊，有浴室啊，有浴室啊，有浴室的那种，顶楼加盖，对，是顶楼加盖啊。没有包电啊，有包水啦。是女房东啊，对啊，是女房东啊。189带走啦。我是南漂工作，我从日本来的。哎呀，原本去日本要当 AV 男优的，但是后来是没有当成，我就到台湾来工作。不是萝莉房东啊，
戦は万全の状態で戦いたいからな。あらあら、最好是哦，都你都你都给你们讲就好了，都给你们讲就好了。准时缴房中可以啪啪啪。哎，那部片真的很难看，真的很难看，我真的受不了。抱歉，我真的不能，我萝莉真的不行。那部准时缴房租可以啪啪啪的那部片真的很难看，真的难看。哎，我觉得我的旅在开点之后应该会剩10000欸。那个飞机前前后后换一换，然后初级飞一飞，应该会剩10000。哇，有点母汤欸。高弹作戦、最終作戦海域、作戦要項です。本作戦の主眼は暴れまくるわよ。打完了，再捞E3美区了。E3的 BOSS 好不好斩？好斩啊，好斩啊！次郎结义在景美吗？不是啊，不是啊。对啊，我在 AG 这边工作啊，我是日本人啊，对啊。はい、こんにちは。私はジロです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今晚睡觉了，拜拜。AK97，拜拜，拜拜，晚安。勝利の女神はここよ。早く捕まえ。我没有去过集美夜市，我没有去过集美夜市。哎呀，旭安安。市长，你不是台中人吗？那是骗你们的，其实我是日本人啊。我是很日本人的。大家好，我来自东京的涩谷。日本人过不了 N2， 因为我从小就到台湾念书，所以我的日文讲的不是特别的好。在台湾住了22年了。連合艦隊機関を務めた栄光に比べれば微々たるもの。哎呀，从小留台湾嘛，对不对？这是没办法的呀。我好想家啊，好想家啊，对啊，好想那远在北方的、位在涩谷老街的一个小小弄里的一家咖啡厅，好想家、啊，好想家、啊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Why？ 为什么又要大破我啊？哎。这场好不顺哦，好不顺哦。勝利の女神はここよ。早く捕まえ。换房子有啊。艦隊が戻ってきます。あら、
想家了就送你回家。哦。三言 Japan 的人吗？不会耶。大家好，一二三言啊，三里老母。私の修理中に艦隊全滅とかやめてよね。少し整備は必要だな。哎，没有啦，我没有嘲笑别人的意思，不要生气好不好？只是三元的影片我没有在看而已。我没有嘲笑别人，没有，我没有嘲笑任何创作者的意思。今天只是都是一个直播效果，我绝对不会去歧视任何一个创作者。对，说不定别人也在笑我，对不对？只是你看不到而已啊。翻牌翻牌。作戦計画概要をご説明します。降壇作戦、最終作戦海域、作戦要項です。暴れまくるわよ。如果我是大地主，我现在在这边给你开台，想太多了。我的水站当然是不够啊，我只有七台而已，七台也是可以开点的、啊，就要录一下而已、啊，多录个几场。还没有说开多久啊，应该还在看状况吧。我觉得应该不会开太久，这次活动没有很难啊。欸，我不知道四角鸡他是不是有钱人家欸，我感觉他就是一个纨绔子弟，你知道吗？就出来做做 玩一些很好玩，然后又钱滚钱，越赚越多。四角鸡应该很有钱。有警戒，要先捞船，还是五之山先练等？先捞船啊，不然嘞，练等有那么重要吗？新年活动我解完了，解完了，解完了。啊！你们新年活动都还没解是不是？看你们怎么这么怠惰啊！怎么运得有点久哦？不要问我为什么，我也想知道为什么。奇怪了，是我运太久吗？你知道怎么运很久吗？因为我是武打、啊，我是武装运输啊，武装运输就是求每一场都可以进网啊。你们用那个什么小水雷舰队不带战舰的，就容易爆炸啊。看你们个人的、啊，我觉得都一样了。あら、もしかして、そっか、そうなるよね。
勝利の女神はここよ。早く捕まえ。あら、もしかして、そっか、そうなるよね。ね、見つけたわ。全手法戦車てー。そっか、そうなるよね。外周一色よ。荒潮是四人菜吗？不是。抜けてみせるわ。かわいそうかしら。那特。哎，看一下。哎，七胖。来看一下七胖。发薪水，靠飞嘞！また私の戦果が一番なの？唉，进网了，进网了，耶！再两场，我们就结束了。要解谜吗？你们是要把我搞死是不是？都几点了？快12点了，还解谜？大哥，大哥，都几点了还解谜？卢文文 ，Uber 太香就会想晕车想吐。那我推荐 Uber 司机，哈哈哈哈。哦，六探最近我觉得，我最近必须要说，我觉得实况界来说，目前做的最好的 YouTuber 应该是六探。我觉得六探他一直在尝试新的东西，而且六探的主持能力越来越厉害。然后他的影片拍摄，我觉得只有他才拍得出这种感觉，就是他可以不放任何背景音乐。然后他的直播我反而不会想看，但是他的 Vlog 我也想看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很屌。还蛮屌的 ，vlog 哦 ，vlog。然后我现在目前我最期待的是孙安佐，孙安佐你什么时候要出柑橘味香气的点评啊？孙安佐，孙安佐。你知道那个孙安佐的那英文说的超标准的吗？啊，今天的这个视频。分成三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是我们这个动漫点评，第二个部分是这个大长面相，第三个部分是我们这个 vlog 哦 vlog 哦，听到这个 vlog 这瞬间就高潮了。而且苏安佐我真的觉得，撇开他那个感觉怪怪的这个怎么讲行径之外呢，他有身材，有钱。又长得帅，我觉得他长得还真蛮帅的，有肌肉，又爱动漫。听说最近还有一个会画画，在监狱画画画画色图，看，哇，这简直是我们宅男的偶像。良い作戦式でした。こんな簡単整个就恋爱了，太吵了吧。艦隊が戻ってきます。あら、素敵。私の修理中に艦隊全次の作戦が楽しみね。お風呂は大好き。所以中战车有运比较多吗？没有，这个没有运比较多。八九是中战运比较多。对，我刚才换了这个是想要测试说大发跟他运的什么多。这个运比较，这两个是一样的。但是。
八九式中战车运比较多，这个运的比大发多，我确定，对我确定，这是有数据的。超意外他会喜欢柑橘味香，不会啊，我觉得还蛮正常的。他都会喜欢达林扎弗林克斯的，我们的 Zero Two 了，对不对 ？Zero Two 是什么？就是那种属于比较坏坏的女生。对啊，柑橘味香气也是偏向那种比较坏坏的女生啊。高弹作戦，最終作戦海域、作戦暴れまくるわよ。有没有道理？有没有道理？哎，双雷爷，我才不要看到双雷爷，双雷爷要尖叫14次哎！双雷爷开场一次，然后道中哎、欸、开席一次，然后炮击战两次，他会先制雷吗？会吧？先制雷，哎、欸，开幕先制雷，然后两次炮击战，闭幕雷，还有什么？对浅，哎，总所以总要尖叫五次是不是啊？开幕雷啊，不，开幕空袭，开幕雷，炮击战两次，闭幕雷，对啊，五次啊，所以两次你要尖叫10次哎、欸，对啊，你要尖叫10次哎、欸，不要吧？是我也不要，不要我才不要，神经病。哦，开幕雷只算一次啦，九次啦。我也觉得进亡率很糟糕啊，看得出来很糟糕啊。麦当劳要出什么？黄金麦克鸡块，三小。三小啦。黄。斩杀还是走弟弟吧。今天是1月3号，是不是？是我们的，果然我的青春恋爱喜剧搞错了，雪之下雪乃的生日呢，还不学起来呀？各位，学起来，学起来！这是我们狗派的胜利，不对，是猫派，干，是我们猫派的胜利，不是狗派。旭方惠美今天这个放出了跟安野秀明的合照，表示 Ava 剧场版当然有在做了，今年可能还会有各式各样的消息。哦哦 ，Ava， 是我们的 Ava 呢，他妈已经喊了几年，喊了4年5年。雪乃跟东马告白，你选谁？我可能会选雪乃哦。哎，雪乃跟东马哪一个人家比较有钱啊？应该是东马哦，对不对？东马对不对？啊，雪姐的钱不多啊，肤浅。肤浅，对，肤浅。
せ航空隊ね。発艦はじめ。見つけたわ。好啦，哪个男人不想被包养？你告诉我，哪一个男人不想被包养的？哎，不对耶！我记得雪之下雪乃的奶不够大，对不对？那选奶大的话，我应该会选东马，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，我选奶大的。东马很大，哎，东马比雪菜的还大，哎，东马的胸部比雪菜大，身高也比雪菜高，然后身材的那个曲线也比雪菜好看，又比雪菜家有钱，所以雪菜基本上没有任何一项赢东马的，只有个性上有赢东马，这样子。雪乃有黑丝，哎，我们的东马也有黑丝啊。对不对？你讲的雪菜一无是处的样子，这是动画演的。你有没有看过动画？他那时候雪菜刚跟东马见面的时候，雪菜这样比，雪菜是看到东马的时候这样子，哎，然后，你自己看动画，他就这样演，就是他先比身高，再比身材，然后就什么都输，对。你们是不是不信啊？你们现在是不信，是不是有这段，对不对？干，你们是妈不信，找给你看。肤浅。啊，你们信了，对不对？那信我就不用找了啊。不用找了，大概第几集哦？哎，第二或第三吧，那个集数我已经忘记了。但是我可以直接翻出我影片，我以前的影片，我直接翻给各位看好了，看一下。来，来，来，走给各位看。这里，来，青布自然不是那么简单，由春熙出马肯定是不行，但由雪菜出马就不一样。两人第一次在教室门口相遇，或许就已经发现彼此内心的想法，这大概就是女人的第六感吧。雪菜认为自己根本不可能赢过，不管是身高还是胸部大小都远胜她的女孩，而东马认为自己根本不可能赢过这样如此贴心又可爱的女孩，这便是他们第一次的见面，是不是？干，这三年前的声音听得好恶心哦，来关掉。这三年前的声音好恶心哦，年格格哎。联合艦隊機関を務めた栄光に比べれば、尴尬。ビビたるものだ。尴尬。もらっておこう。现在也尴尬，闭嘴，闭嘴。哎呦。这次也不稀有了，靠飞哦！三年后更恶心的，真的假的？没有吧？没有吧？我觉得我的声音现在听起来是满意的。
但是 说不定我再过三年后听我的声音，我也会不满意。这没办法，这人会进步的。习惯了，对，习惯了，习惯了。没有，我声音那么定型了，声音定型了，定型了，兄弟啊，定型了。在变身，别再变身了。我觉得长门可以放到明天再来玩呢，16个小时，我们明天再来直播就好了。啊，行，给他开修下去，修了去。好。我要来研究一下怎么开点哦，看一下，没有啦，开点一下啦。哦。好像要先打一场那个啊，原本的 BOSS 还要再打一阶段 S 胜啊，我们再打一场，开始再来，先来打第一场 S 胜。この長門を侮るな。对啊，先打一场 S 胜。するのね。ああそうね。私じゃ力ぶな。何を私に恩を着せたつもり？まあ私的には君よかったわ。私の力が必要なのね。私的には。不不不。まあ、私的には気に入っていたんですけど、手法は完走しました。はい。運輸期的 S 胜不算啊，不算，要重新再来一次。作戦計画概要をご説明します。全部红脸。好，休息一下。好，休息一下，然后我顺便研究一下，我顺便研究一下怎么打，看一下。拜拜。哦。哦。陆航三队，陆航三队要换什么啊？陆航三队是换什么东西啊？陆航全部换成航程六以上的战斗机哦。哦。那我会了，我会了，不难不难不难，不难不难，感觉还好。可以，嗯，没有问题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我们再休息一下下，我先滑一下手机，看今天有什么新消息。
从动漫了解 FGO， 官方发布了约15分钟的版本哦。哦，还有什么东西啊？没了，剩下都新年快乐。好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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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十连抽，现在11点对不对？十连抽，来来来，哦 ，7GSS， 哦，开起来，开起来。我今天欧运这么欧，怎么可能没抽不到呢？真香，真香，开抽，开抽。我们要氪超德，因为我手机没办法氪金，我不能氪日版的。来来，时间抽，时间抽。你看起来我有像在玩吗？没有，87等，没有在玩了，没在玩了。来，我想要。啊，给我智慧礼好不好？下面这个蜜莉我就还好，没有特别想要。没有这个智慧礼给我十点，回家，嘿，谢谢各位。好像没有，好像没，跑太快了，没了。没有跑太快了，那个 SSR 是要跑更慢一点。我的石头不够啊，不能抽啊，没办法。好，算了，换另外一个游戏。嘿嘿嘿嘿，抽抽抽抽抽，我们小手拉小手。今日の明日。这游戏专门只来抽卡的，对对对对。没有，这游戏原本想玩的，但是后来发现它游戏机制没有 CGSS 好玩，我就放弃了。你们是不是没看过什么叫抽卡账号？来，给各位看一下，这就是抽卡账号，给各位看一下。我抽了这么多 SS 啊，我觉得还数量还算是不错啦，还算是可以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对啊，还可以啦，还可以啦，抽卡游戏超好玩的。好，抽卡，十连抽五六，耶，好好玩哦！有了，有了，中了，中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呜呼！哦，是有，中了，中了。哎呦 ，Julia， 哎，これ巫女装束のアレンジか？嗯，真香！超卡真太好玩了！呜呼！就茱莉亚，就这只啊，茱莉亚。好，结束了，各位好，我们休息也休息够了。
好，开始了，开始。作戦計画概要をご説明します。次の作戦が楽しみ。现在有送转盘，我不要啊 ！GBF 我不想玩。看你们为什么一直要怂恿我去玩 GBF 呢？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一个进展够高了。今天呢，先测试一场，打到 S 胜之后呢，我会换 SS 队去先刷一个点试试看。如果 OK 的话，我们就先收台，然后明天再开始开点。对，因为时间有点晚了。我要早点休息。好的，出发。暴れまくるわよ。好，改一下标题一下。好。你说只把 GBF 拿来抽？有啊，我朋友是这样子啊，就是 GBF 那个分身照就拿来抽卡而已啊。可是 GBF 抽卡，我觉得啊，不知道怎么就少一点感觉，可能他是那个什么，他是网页游戏吧 ？GBF 本身是网页游戏啊。最早是手游哦，那我可能没跟到那一波，没跟到最早那一波，没关系，不重要。所以这次田中不是田中啦，这次我们的耶和华 FGO 都没有免费十连就对了，啊，太少了吧，小气耶，真是小气耶。哦，你说给三十颗是不是？我好像抽掉了。对，我抽掉了。我收掉了。我发现啊，1月6号礼拜天，好像有江欧鲁塔，江欧鲁塔那江大鲁库，江大鲁库是那个吗？是我们的岩窟王吗？江大鲁库是吧？欧鲁塔嘛，对不对？是真的哦，还是我记错了啊？江大鲁库啊，真的哦，记错。江大的哥哦，对，真的，没事，那我记错，我看错，所以你们是复刻有这个新年池，有这个真德，有焰后，有闪闪，然后又有那个什么北斋，对啊，还有白真是不是？黑真德吧，江哥欧鲁塔是那个啊，复仇者啊，应该是那个啊，应该是黑真没错啊。对吧，黑针，然后尼路 Nero 尼路嘛 ，Casta 就是树尼路啊，然后路 Kure Obadora 这应该是谁啊？不知道 Kure Obadora 啊，昨天那只吧，就是焰后啊，焰后，然后北斋是1月7号嘛，对，北斋真的不错，嗯。
ジャンクダルク。黑珍。さあ行きましょうか。伊勢航空隊ね。発艦始め。さあ行きましょうか。見つけたわ。伊勢航空隊発艦始め。我们要抽啊！我不是日本的玩家，是在座的各位，你们要抽吧？还没有真德的，我那天发那个影片，底下一堆留言说没有真德，没有孔明，是不是要去死？原来这个游戏有人不知道要抽孔明，要抽真德，然后你去抽一堆那种跟风抽一些什么其他角色，我就是不懂，这游戏不是只要黑真，只要孔明，只要梅林。只要再一次赖光就毕业了吗？为什么你这四角色你不抽？你不要去抽一些其他角色？我真的不懂我真的不懂然后这边说所以没有孔明，没有黑真德，是不是就得去死了？是我的错吗？是我的错吗？哦，我知道，对，老婆之外。你在游戏就像是你必须要玩过的角色，你必须要拥有的角色，它就是一个基本的角色。在座有人不用 Stella 的吗？不可能吧，大英雄这么好用，这么具战术的角色，怎么可能大家不用？就是那种感觉啊。赶快去练大英雄好不好？赶快去练！人家声优都来我们台湾了，对不对？喊得这么嘶声力竭的，你们不支持他一下吗？当年的那个什么剑指的魔神柱吧，剑指的魔神柱用两只梅林加一只孔明灌那个英雄座城给他的话，好像可以一波带走，直接一个 Stella 直接可以带走一只，真的，我之前试过，差一点点伤害。啊！死光了！そっか、そうなるよね。哇，209！S 胜不难吧？拜托给我个 S 胜就好，我想要离开这个关卡了。S 胜！竟然没有打穿，糟糕了！不要 S 色。有了，收掉256。碎啦。最少氪几单，我哪知道啊？小太郎安安，你好。没有一，应该是没有打穿，所以擦伤。好了，一场解完。然后可以暂时先换掉，应该暂时用不到了。
阿武卫先留着，这个也留着，这个留着，这个留着啊，其他先换掉。好，先换掉，然后我来看一下。抄作业，抄作业。SS 大队是不是？来来，带起来，带起来。SS 大队。こうや、潜ります。E 十三、ロゴ潜水艦出撃します。さあ出撃よ。2号潜水艦戦闘型 E400 型潜水艦1番艦 E400 出撃します。2号第504潜水艦出るよ。嗯，看起来可以啊，看起来很可以啊。有钱大家打八八八，来带飞机，带飞机。要四台 SSV 比较稳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我找一下四台 SSV 好了。前母还有谁是前母啊？401吧，401用掉了，靠。啊，这个好了。这都用掉了，我都不小心把它用掉了。哈哈哈。大金没有练啊，大金已经进化了，大金没了，没有大金了，大金变大只了，变巨金了，跟我下面一样巨金，巨屌，枪锋改。これをこの装備は嫌な予感はし。哈，它是零哦。这格是零哦，怎么这么过分啊？好啊，那这格就只能带这个电探了。晚上好，抱歉，刚才在看别的台台，没关系啊，不会不会，不用跟我抱歉，不用跟我抱歉。我觉得看自己的台是很正常的。就像现在杰哥开台，我也不会看他的台一样啊，基本上不太看他的台啊。哦，他不能带啊，他不是前母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忘记他，他怎么不能带？尴尬。嗯，いいみたい。良い装備、シオンに似合いますか？没有 ME 没有吧？この装備いいね。目前还在考虑。ねえねえねえ、聞いて、この兵装良さそう。やった。三格三三带二水战好了。啊，给他这个。大きな魚雷、大好きです。うん、いいみたい。良い装備、シオンに似合いますか？うん、よかった。因为其实我说真的啦，我怕签了 MV， 其实实况不是，反而不是我追求的。这我说过啦，就是万一我不是实况的料的话，那签 MV 其实帮助不大。帮助不大。あれはいらないからね。二四水战，应该该带的都带了吼，剩下就带鱼雷吧。M 一其实是偏向工伤的。司令官が望むなら、これもいいかな。其他是带什么？其他是带鱼雷吗？还是带这个？其他是带鱼雷吗？回避哦，回避。我参考别人怎么解的好了。
一三。嗯，好像都是带罐子哎。对，好像是带罐子哎。挺蠢的，就是。好。哦，我跟你讲，我一四用掉了，我之前有点蠢。我一是拿去开点的时候，我第二关一 two 的时候想用 SS 开点，结果发现没有比较好开，我就把它用掉了，所以我现在没有114了。没关系，就这样子吧。一格水战，一格潜艇电探，一个罐子哦，罐子没差了。随便啦。好，这是都带罐子好了。都带罐子，妈的，这要打什么东西啊？跑这么快是打不打到啊？我觉得该沉就会沉，这应该是会沉的。好。哇，两百。夸张！好啦，航程六的有什么东西啊？航程六的战斗机，哇，战斗机！我好像凑不到哎、欸，我好像凑不到12台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真的假的？我参考一下别人的，我好像凑不到哎、欸。抄作业，等一下我021手只有一台而已，等我一下，我抄一下作业。我现在要改别人作业了，等一下，要改作业了，开点，有没有人在开点的、啊？谁在那边贴马路又提督的、啊？马路又战神过关了，他真的很强啊，那个神经病啊，不要理他。好吧，神经病也是夸赞的一种啊。一格、两格、三格、四格，然后假设带一个侦察舰的话，4次战疾风就可以拉一格，所以基本上才有5格。好像其实好像可以耶，好像不是不行耶，那我就随便配吧。随便配好了。
二是侦察机熟练，这个加一，然后这个加二，加二的状况下，哎、欸，这只有加一哦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它航程本来就是八，加二最多就加到九而已，没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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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拉一下。然后拉四的飞机，四走三台，这三台把它拉到四。加六，然后这边就是飞航程七就好了。啊啊！我这台啊，信仰，信仰。我要换上去，这是信仰。嗯嗯。哎、欸，陆战跟局战哪一个比较强啊？以飞出去来说，因为我记得局战是守家里的啊，陆战比较强吧？陆战比较强吧？对啊，那还是算比较换好了。没事。有吗？陆战跟局战呢？陆战跟局战呢？算了，我要信仰，我换这个。信仰一波，信仰一波。随便啦，信仰一波，信仰一波。然后这边就直接配这四个好了，这叫田中价值。我那个算法我之前有看过，但是我现在没有什么印象了，算了，不重要。我的旅在哀嚎了，我的旅，我的旅，我的旅，旅旅旅旅响呀，旅啊旅啊旅啊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够台，刚刚好。陆航怎么练哦？好像是一 two 是不是？一 two。单舰队初级就可以了。Q 点是不是 ？E two 出门的，我记得是 E two。晚安啦。哎，这个也加二哦，这个侦察机也加二。为什么？它不是加一而已吗？它加二哦。他也加二，我操！我操！还有我算那么辛苦哦，算了，随便。那我要把这个换掉，我不管那点女，我要换这熟练，我要插这个，这个差很多啊，你知道吗？对空加一跟迎击加二，这是差超多，我一定选，我一定换这个。他现在有时候加一，有时候加二，我要换这个，我看会不会加二。加二啊，对啊，可以啊，漂亮，六。不会不会，恭喜你，恭喜你。好啦，哎、欸，等一下哦、喔，对空加六，迎击加二，啊，算了，这样子吧，好，好，出发，好，我们先去第一个点，现在撸撸看，撸不撸得过去？我们来撸撸看。首先呢，去 F 点。陆战三队全压 F， 对不对？我们先去 F 点，来出发出发。高弹作戦，最終作戦海域、作戦要項です。提督、一緒に行こう。F 点。好，出发。
轮行。要空雀对不对？要空雀对不对？哇，真香！我也觉得陆贞是为了以后开一堆空袭点，然后要拉那个航程，才能把战斗机往前拉，你知道吗？太恶劣了！我的旅，我觉得下一次旅要存个7万左右。这次是小型活动，所以我抓3万。尴尬了，尴尬了，尴尬了。那你江都没有孔雀，我靠，我靠！ゴーヤ、ちゃんと頑張ったでしょ？え？提督、艦隊が戻った。ごちそうさまでち。我没有瑞云啊，我没有瑞云可以塞啊！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是我的信仰不足吗？作戦計画概要をご説明します。我觉得。是我的飞机摆法不对，我觉得是我飞机的那个营级局站跟那个有点搞混了，是不是？这是陆战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也是陆战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陆战，所以这边要局站去接陆战，这也是陆战，是不是？这是陆战。之后你是局战对不对？局战接一格。哦、，fuck！ 这也是陆，这全部都是陆战哎。对啊，其实应该要局战比较强。局战四的真的太少了。这边还有一个喷火型啊。喷火型是陆战，嗯，局战没有四的，完了完了，我再试一场，啊，真麻烦，再试一场。高弹作戦，最終作戦海域，作戦高野潜り。对啊，局战它是对应那一条线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只要把。三格，你的队伍里面三格里面，只要分别在第二格、第三格、第四格各放一个局战的话，它对应的那一排飞机的那个打击坠率会比较高。对，但是我觉得我可能因为我的水战数量不够，我只有7台的话，我必须要搂出这个点，只有两个才行。对，蛮难的。改个瑞云进去，为什么瑞云比较强吗？还是我要去刷熟练值啊？难不成要刷熟练的吗？怎么可能？赌刷两机，刷两机，刷两机。没有，主要是因为我的强风改熟练值还不够，强风改熟练值是零，强风改如果熟练值起来应该是够，这个是3机。我觉得要靠赛，我觉得应该要靠赛。矩阵的击落加成是不是只有手加的时候才计算吗？这我就不确定了，我这就不确定。对，我可能今天如果解不了的话，我会再想办法，看可不可以。你看这一队第二队友他有一个接触中，所以应该是有接触加成，没错，矩阵有接触加成，有差。我的第二队友矩阵嘛，啊，因为矩阵。
提督、艦隊が指令、艦隊戻ってきたっす。ごちそうさまでちありがとうっしゅ。海の中からこんにちは。どうして大屋だよ。どうして。作戦計画概要をご説明します。どうして、どうして、どうして。我跟你讲为什么我要配到六，就是因为我可以最少次的减少我去换飞机所消耗的旅，那我可以多，我可以多撸好几场，所以你今天要再叫我换飞机，我觉得妈有点不要，没道理啊，没道理啊。我已经没有航母可以带了，都用掉了。为什么我要这么笨呢？海の中からこんにちは。好，我要继续靠赛，我要再靠赛。这一场再没有，我今天就收台了。我今天就收台，我要洗澡了。这一场再没有，就不要。二六是不是装水针？有吗？看一下。哦哦哦哦，抓到了。可是没有啊，没差啊。他我已经没有那个可以带啦，都用掉啦。不是啊，没啦。那我带瑞云好了。看我去瑞云 去自杀的。好，来自杀，放第一个。六四三手没有那种东西，不好意思，没有那种东西。来，再撸一场。砲弹作戦，最終作戦海域。荒野、潜ります。再撸一场，不可能差那三吧？有这么微妙吗？应该没有，我觉得应该不差那三而已。一定是我陆航的配置有问题，我再去研究一下大家都怎么配的。我觉得是我陆航摆的问题，因为我陆航真的是随便塞的。这场没有我就收台了啊。没有，我就要收台了，我要洗澡了，好痒哦！哎，一台哎，操！撤退。提督，艦隊が戻ったよ。少骗了，少骗了。ごちそうさまでち。我看到了，不要骗笑哎。少骗了。ご説明します。
卡了，卡了，卡了，卡必卡，这样也可以卡。哎哎，啊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哎，一台飞机都没有掉，爽！哎，红脸飞机做事哦。哎，红脸会降低这个击坠率吗？没关系，不管了。再来去 I 点。高弹作戦，最終作戦海域、作戦要項です。本作戦攻撃。不管，我要出去。I 在哪里 ？I 在哪里？这个。我刚才有心眼，你不要骗了，我心眼就看到了，已经看到是自空确保了，不要骗笑了。我刚才边尿尿的时候就有那个心眼哦，自空确保了。全家都皮炎，瑞云不会掉吗？瑞云会被打光吧？为什么有人说瑞云不会掉？瑞云会被打、啊，怎么可能不会掉？空袭！哇，好多只啊！我的家要被炸得稀巴烂了！警戒！警戒！警戒！这个点还蛮可怕的。拜拜拜拜，我们今天录完这个点我就要休息咯，我们今天录两个点就好了。这个点如果大破还是不能晋级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下一个点会雷达射击，有机会爆炸，所以各位不要开玩笑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对，小心点。我知道了，要把装甲高的往下摆啊，干哦，我怎么这么蠢啊？我应该把上面的那两只往下摆的。好啦，收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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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收收收收收收收台，我们明天再来开。好啦，感谢各位继续收看，明天晚上差不多也是九点多，先跟各位约九点好了，1月3号嘛，没有什么太大问题，九点，好，啵啵。解自己呀，我们明天再来继续解自己。一张动漫点评吗？不会。好，明天有什么话再聊。拜拜，祝各位有个好梦。呼。